是什么？坟地之子们，回应我吧！在生前，我们承受了难以言喻的悲剧，我们看着自己的家园被夷为平地，看着亲人在眼前被杀，我们因此而悲嚎。在如此残忍的暴行之下，我们甚至无法得到死亡的解脱。今天我们在这里焚烧这个稻草人，作为战胜宿敌的象征。我们将灰烬抹在脸上，向新的敌人传递讯息，向那些害怕我们、痛斥我们为怪物的人，和质疑我们存在价值的人宣誓：我们才不是怪物，我们才不是没有大脑的食尸鬼大军。不，我们的战力更加可怕，我们是懦夫背上的冷汗，我们是行使愤怒的工具，我们就是被遗忘者。